Girl 成员咪咪日前参与韩综《蹦蹦地球娱乐室》，精彩的综艺潜能收获大批粉丝的喜爱。今日咪咪出演全职干预视角，只见一早起来的咪咪先去照顾自己养的小猫，之后就立即拿出冰淇淋出来吃，让大家都大吃一惊。咪咪也表示自己很喜欢吃新款的冰淇淋，而吃过冰淇淋后，接着咪咪选择的早餐竟然是比目鱼生鱼片，让制作组看到也感到相当惊讶，甚至连经纪人也说：“我也在看，确实很神奇。”更令人吃惊的是，咪咪吃完生鱼片后，竟然再拿出冰淇淋来吃，完全吓到了在场的主持人们。咪咪也笑说，一天最多可以吃15个冰淇淋，让众人都感到真的很神奇啊。